深圳巴的瓶颈就是交通不便，咁如果佢哋可以控制到仇茂窿个大全链，莫康河上游下游佢哋都控制住。前两年佢哋咪搞呢个邮轮生意嘅，你明唔明？目的就系想话将批赌客带上船，由仇茂窿一直玩一直赌赌到深圳巴呢条窿。不就嚟咯？世纪酒店只系佢哋计划一部分，将嗰批活死人拢晒入去，逼佢哋签单，快快手手收翻成本。他们做大生意的，他最后目的就是一大赌场都是他们。现在行情确实也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搭班的钱一分也不能少的，都得给我们退回来。至于严总呢，我觉得您可以让他和夏文静随便玩玩。您不是也说了吗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长久之计。哎，严总确实也不容易，有苦衷，但是也是左右为难。